几经矿业今年来说是比较多的事情啊、这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令到就是他的股价远远落后其他的金矿的股票虽然就是目前来说他比其他的股份已经落很多，但是由于这些这是不明朗的事情还没弄得清楚，我相信就是目前的价钱要反弹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是已经进场的投资者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如果股价出现一些反弹最好也是就是换一些比较稳定的金矿股，我会比较觉得是比较稳定一些比方说较劲矿业，它的股价今年来说是比较跟取这个能够跟取这个净黄金的价钱有一个紧密一些的。如果是看好黄金的价钱，我相信选这个较劲的矿业的股份会比较好一点。